疼吗？掉的时候，这个也快掉喽。你的鹿角都掉了，掉哪儿了？找去，走，领着我找去，在哪儿呢？走，找去，在哪儿掉的？哇，我好像看着了。掉这啦！现在是驯鹿脱鹿角的季节。等到晚上去喂它的时候，发现它，另一只鹿角也脱落了。我就是问它，我说你掉哪儿了？没想到它就往前走，然后我就跟着它，一下就找到了。